好吧，我们等一下想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。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影片的推展好像是到了哪里啊？我们成功拿到教堂嘛，然后我想要去拿个印章，所以说要先去跟那个在酒馆里面自以为是的那个女人打交道。哦，那个女人，那女人在哪里？哎，怎么没我看到你了？查美夫人，她只有在这个标记的时候会出现。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哇，隔天就出现了，太好了。没体力睡觉，一直重复，我真的觉得也对，没体力一直睡觉，一直重复，感觉是挺鸟的啊。还是说我们清出一条道路，让这边开通一下，好不好？清理道路一下，木梁跟简单的铁。木梁需要建造。我们的木梁，哇塞！重点我们连这个十点都还没获得，这个是研究看书的那个基因那个点数吧？我们没有了什么看书的点数也没有啊，这是干嘛？怎么那么长？想要不睡觉当农夫或渔夫，种食物为自己，用自家的火炉可以制作所有学会的料理。哦，那就不叫牧场物语了啊，对不对？那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哎，隔天了。啊，我们去找那个贱女人。这真那个，如果不挖尸体，不偷尸体，就不叫牧场物语了。哎、欸，他也没告诉我们落点在哪里啊？点嘞，这女人出现了吧？出来了。皮红，又是你？为什么我必须还要信仰值？为什么？我要怎么增加我的信仰值？不要推我啊！干，我全身都是G点，碰不得的、啊。然后你碰我，我就死定了。看来要去回去找我们的教堂。这是什么？没有人给我钱。加二。哦，要到这个记号才可以祷告。哇！哎、欸、啊，昨天已经祷告过了嘛。今天，那我们要再过一圈。再过一轮才可以祷告、哦。那刚刚有人说往河流上方有沙堆是吧？我们去河流上方看一下好了。把祷告转换成忽悠好像比较贴切，是这个吗？你需要技术，用哪一个啊？烹饪吗？我们来吃沙子好不好？我没有技术啊，是不是这个？喂啊！欸、我们神学最近才刚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神学全部都要蓝色点数嘛，了解。我好像还没到那里耶、欸，我决定了，我们去解一下蜂蜜任务好了。我记得我蜂蜜任务好像还没有给那个老头子吃蜂蜜。您好，干啥？他骂我干什么？不对啊，我蜂蜜刚刚不是全部用？我记得我有拿到。为什么四个啊？我又没有吃它。我记得我采了六个啊。上一集我在录的时候，我路过也有采呢。该不会放到仓库里面了吧？啊，哎、欸，又有蜂蜜了，太棒了。哎、欸，它这个按下去跟我的血条卡在一起了、欸。好，我们应该有五个了吧？拿去交给那个老头。老头可以考虑找第一合作，我跟他又不熟，我是不太喜欢为了合作而合作的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玩游戏又要玩得有乐趣，好吧？为了跟他合作，然后呢还要配合他，啊，因为人家比较大咖嘛，对不对？还要配合人家，干嘛那么累？讲的好像我们 YouTube 都是大圈子，你要不要看看最近马来西亚风波？你觉得合作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？Yes， 来拿一个蛋糕的食谱，他卖什么东西啊？种子油，大麻种子，这样就可以种大麻，是不是？
可以抽炉石回家。你在屁？哪里有炉石？真的假的？炉石在哪里？你当这个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的、啊？魔兽世界啊！抽炉石回家。啊，是这里啊！啊靠背啊，这个也要这些有的没的、啊。我突然不想玩这游戏了、欸，有点不太想玩。研究？不是啊，这个研究是能干嘛？啊，你就扣掉信仰值，扣掉科学，每个都要这样子啊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一把铲子呢？阴思路哦，阴思路第二季还没出啊。对啦，多这个教堂工作台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搞哦。哪里搞？我有点想放这里耶，这可以拆掉吗？可以，拆好拆嘛。啊，这边就有材料嘞。好爽哦！没体力了，吃果实啊！还可以放热剑吗？吃好吃满。我看一下，请这个，这个也是要木梁，没有木梁什么都没有。只是刚刚那地方也要木梁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木梁，什么都没有。先盖一个这个好了。那些物品写着研究有刮，有个刮号蓝色的，拿去研究就有蓝色点数。哦，有白纸的、欸，哎、欸、没有，猪皮纸，麻绳。你说用那个研究啊、哦？哎，可以在研究台进行分解。哦，死给没了，消失了。好，都要研究。我们要找刚我们刚刚研究蓝点哦。蓝点研究，感觉不错。之后再来弄个研究台好了。没有啦，那可能是纯属巧合，你知道吗？准备区跟托盘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太在上面写太平间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也可以做嘞，秀出尸处，那尸体会从上面滑下来吗？我去把这个做一做好了啦。哦，研究肉可以拿到蓝点。那这可以研究吗？我们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耶，这个书是可以拿来干嘛的、啊？刚刚你好，准备直播没有错。哎、欸，没有体力了啦。好啦，我要去买种子了。啊，我去买我的种子，而且我们好像还要交易跟那个忘记是跟谁了，一个交易所的商人。给他十二个胡萝卜，十二个什么甜菜啊，下面十二个什么的，就麻烦了。安安你好，莓果黑莓，快点，不给我种子你就去死吧。我们刚刚那时候，哎呀，哇塞，我忘记把东西放里面了，卖掉。抱歉哦，错误示范。我应该先把包包清空的。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直播还有多久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玩爽的。我们现在多少钱？五银哦。那各买十个好不好？你们。我靠！我靠！太贵了，太贵了。我们先买三个好了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各少买各三个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然后我记得这个好像要六个吧，我们买什
六个八个，算了，多买好了。甜菜种子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个是这个是现买的，这不是种子啊，靠北啊，种子这个啦。而且它还会涨价呢，你越买越多，它涨越贵、欸，是怎样？欸、没有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越买越多，涨越多这种情形。它上面写本来是12，现在变15。What happening？ 我觉得自己种就好了，不用买给他、啊。甜菜、卷心菜、胡萝卜、小麦，哎、欸，不是小麦吧？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还是只要三样而已。小麦我好像没买过，好带回家。然后我们去看一下酒馆，这个两银，它可以无限使用吗？我买一个好了。嗯，真假的？哇塞，哇塞，太棒了！我们来尝，来试试看这个威力。把它发热键上面，可以放，不行。哦，好用多嘞、欸，超屌的哎、欸！可是我觉得我们该睡觉了，然后明天应该就可以去弄信仰值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刚好，不小心点到摧毁就尴尬了是吧？哎、欸，你挡住了。询问任务，帮助穷人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更多便宜的碗。教堂前方似乎有粘土矿床。新任务，将20个碗拿给主教。我将给你教室入门指南。该将指南啊，该指南将让你获得一个入门的蓝点。原来要经过这个任务才可以习得啊！终于可以换了，我们终于有蓝点了。还在苦恼蓝点没办法获得的同时，就这样子给我了。哦，还真的有信徒哎！我想说句话。加入老头的 No Life， 一定可以得到很棒的信仰。我保证你们加入老头 No Life， 每天啊、哦、都会有啊、哦、那个我青粥淡饭可以吃，免费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还行吧？什么叫还行？欢迎捐赠啊、哦！精彩的步道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然后就获得精彩不到，哇，我有钱了，干啊！而且才给我一个信仰而已，我还以为他一直给两个，啊，有钱，哇，结果失败，啊，没关系，至少有钱拿，好爽啊！哎、欸，我可以拿吗？哎、欸，我拿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感觉不出我拿到钱的样子啊。大家嫌弃你的装潢太烂了，哎呀，没有钱啊！你们想要过更好的生活，就点捐点钱啊！不是在那边说烂，我们是不是一体的？信老头则永生，你知道吗？耶、yeah, ，我们研究肉，还要工作这样的、喔，被分解，哇！20哎、欸，怎么那么爽啊？研究过之后就被分解掉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啊。大锤分解会给多少？那、啊、研究过之后能干嘛？很少了，真的假的？新的直播平台会有提醒吗？你 No Life 用 App 下载，用你们手机去下载，手机下载的话。登录嘛，然后开直播，它就会跳出讯息了。哦，那个是可以的。
究一下这个好了，我们研究这个生锈的锤子，看一下有什么。锤子拿回来了，研究完成。原来这是可以拿回来的，然后这个是不能拿回来的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也是拿回来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这光是研究赚不少哎、欸。你真幸运啊，拥有了所有的这些资本，现在你是自己是老板了。你现在就是资本家了，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好事落在我这头白头骨干的傻驴头上。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那个？我怎么觉得像那个谁，史瑞克里面那个驴子啊？讲话很好笑，有那种想法。他送我什么东西？煤矿？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走路有延迟啊？他把那个丢进去了，好了，把蛆吃掉好了，占位置。胡萝卜种子，他直接给我12个哎、欸。好，就直接这样丢下来。我觉得啊，我们要适时的把每个地区都放一个箱子，这样之类的，好像会比较好。哇，你看一下这里没箱子，真的很苦恼呢。你东西解剖出来，你要想办法带出去，没办法放，就麻烦呢。什么时候种大麻？嗯，我没种嘛。哎、欸，可以挖了耶 ！Skate。哦，哦。哦，一次给7个哎，这么澎湃啊！要种大麻是吧？等等，来种大麻哈，满满满，胡萝卜8个不够不够，我们已经跟那个商人讲好了，要各12个。种子不够啊？为什么甜心菜种子给这么少啊？卷心菜啊？啊，会越种越少的意思吗？小麦，不是照理来讲应该会越种越多吗？我投资4个种子下去，出来就只有2个而已。我耐心还很不错，所以还 OK 哦。我已经快要炸裂了。哥快炸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觉得就把它当做一个消遣啊，哦，有趣度我觉得还好，就有点像是说啊，今天来干嘛？做耕田耕田啊，卖菜卖菜啊，卖东西卖东西，东卖西卖。驴子啊，快点把尸体给我，要人皮，我要做盔甲。老头安安，怎么有点像类似的游戏？什么什么有类似的游戏？感觉这游戏比较适合拍影片，因为它过程很冗长啊。干嘛？1、2、3、4。驴子更应该拿更多的胡萝卜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罢工，什么意思？受够了被压迫的这个地位，不会再为你搬运更多的尸体了，至少不会免费运。我有点要求。首先，我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，给轮子上润好油。我不能再听到这种声音了。第二，我需要休息，所以他不会运尸体。高报酬，这些尸体并不是你的财产，他们就像自然资源一样，所以我要我的那一份。5根胡萝卜，你可以在这里放一个专用盒、哦。如果你不同意，你可以找其他驴子。哇塞！从今以后，你居然跟我谈条件，感觉快要变农场物语了。其实我觉得，这款游戏呢，它怎么讲？它的广告打得很像是跟这种坟墓尸体哦肉有关联的，就是那种腐尸之类有关联的。
给你提起你的兴趣，你知道吗？就搞到后面啊，前面就只是一个障眼法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把这个障眼法破解之后，深入了解这款游戏呢，它就是个牧场物语，它就是个牧场物语，是不是？它就是个牧场物语。他是说要五根还是十根啊？看我还要油，我哪里有油啦，大哥？你现在罢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奶奶的，没有钱啊，行行好吧，我没钱啊。Oh my god！ 哎，这个油行不行？我会不会买错啊？他要的那个驴子要的油，这个可不可以啊？会不会买回去他不鸟我啊？而且好奇怪哦，这个30块他哦没有，他是总共有15瓶，然后呢两边都是一样的油，哦一瓶30，不一样吧？那我们要怎么办？自己做油出来？没有什么，就不太想玩。哦，果然是这个。我已经得到了所有码头大鼠的支持。大鼠是谁啊？不给胡萝卜就不搬尸体。你很烦欸，你知道吗？我胡萝卜还要给商人的呢，这样子母汤啊。我看一下胡萝卜库存。哇，不够了。哎，我胡萝卜什么时候变那么少了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在另外一个箱子里面，12个，好，就这3样，可以交差了，林北要顺移。没错吧？哦，有了，吓死我了！耶，故事。但坦白说，这些蔬菜长得并不好，你在哭是不是？我只能把它们卖给镇上的穷人，他们什么都吃。尤其是连续两次道歉收后，这些菜长得更不好了。道歉。是什么东西？欠收？我没有看到任何欠收的哦，是欠收，就是欠钱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神圣，但小镇和郊区就缺水，维木尔河水位下降了，只有流进你的墓地的鸡偶尔还可以推向。所以我要干嘛？就连小镇的海湾水位都降低，所以死亡之船不能离开。很小，你看起来是个我可以信任的通情达理的人，当然可以。我有个梦想，我很高兴你站在我这边。是时候你我得应有的正义了。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真正应得的东西。为此，我必须成为国王厨房总管。当然先从试菜员做起，这将赋予我极大的权力。此外，我还可以尝遍所有美食。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钱啊，我们要发财，发财！为了实现我的目标，我们需要两条战线上取得胜利。首先，我们要垄断小镇的高端食品市场。其次，我们还要通过皇家委员会的成员。我们不能用这些蔬菜来垄断市场，但我看到了潜力。通过选用一些优质肥料以及精选作物，我相信你可以种出特别的东西。但你首先必须从教堂附近获得皇家服务亭哦，从那地方获得贸易许可证啊！讲那么多废话，欠收。我几岁啊？18岁啊！得到许可证之后就可以成为伙伴了。讲那么多，
好啦，对不对？撇开那些嘛，不要说算不算弃尸嘛，如果没有这些规范，其实就真的没什么啊，我是这么认为啊。好爽哦，提供两点，为什么 越给越多啊？然后蓝点蓝点，通通都是红点，看一下，记得20个碗。啊，对哦，靠腰，我先给你碗。别走，哎、欸，要晚上了。干林老师、欸，哎，要晚上了。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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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晚上，要下午了。我来得及祷告吗？我来得及祷告吗？啊，碗在哪里？啊 ，Oh my god！ 不要啊！你看这里，那已经快要夕阳啦，快夕阳西下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不要走。先祷告，我觉得祷告比较重要。赶赶赶，快点快点快！来不及。我觉得先拿到信仰比较重要。刚才想说开多个直播，哇，三个老头回应好酷、喔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开三个？快点！然后去找神父啊。好，快点，快给钱，不给钱就捣蛋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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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啊，你不要走！我去 ，Oh yeah！ 哎呀，太丑了，但他们适合给穷人用，干了不起啊！我很高兴看到你加入了教堂活动，又给一个故事了。我甚至想把你的教堂升级为大教堂。这意味着会有更多信仰，更多金钱。有了大教堂，你与上帝的距离又更进一步了。还有什么比神圣更重要的呢？我这句话可能要刚刚帮他重新翻译一下。啊、哦，有了大教堂，你与你的钱就距离又更进一步了。还有什么事情比钱财更重要的呢？但这一切都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。首先，这里的一切需要像我的发型一样完美。靠，要好嚣张啊！如果我可以砍死他，我第一个先砍死了。哦、如果我可以砍人，我第一个先砍死他。我说的是教堂内部和墓地外部、哦、他要我达到30的质量，教堂达到20，但不是任何鱼都可以，我需要优质鱼片4块哦。你是说小镇正处于饥荒吗？不是，是我不能吃肉。至于小镇港口的鱼还是不用了，谢谢，因为那里半漂浮着已腐烂的死亡之船、哎、呀，所以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掉头发了，因为我的饮食不健康。 Oh my god， 好、哦，哎、欸、这边还可以跟他买东西耶。等一下，这是用什么换的啊？为什么我不能跟他拿？好奇怪啊，是他没有这个选项吧？所以说我不能跟他拿。好，他差不多要走了。教堂品质跟信徒给的钱有关，没关系，找时间布置，不然任务的推展他会要我这么做的。原来这个要铁片啊。这个不能放。哇，居然不够了，质量才8而已啊 ！What the hell， 要20啊！全部都才加一而已，也太烂了吧！看，这游戏让我头很痛。记得去 No Life 注册账号，记得用手机去下载哦，因为手机的功能比较多。网页版的目前还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哦，
所以说你们要先优先用一些功能换头像改名字，这个就要去手机下载，好不好？然后下载下来记得输入我的这个 ID 号码啊，追随我，感谢各位。我要挂了，快死了，我好累啊！哎，我要先去睡个觉，来存个档。Oh my gosh！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播，我先讲哦。我先讲，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播，好不好？啊，精力旺盛，关累，妈的，烂游戏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啊，快去休息睡觉吧。